八加一这些的，就是一个坏女孩子什么的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反而我们这边不会跟你们那边一样，我们这边是只要是热情好客的都会喝，因为呢，我们这边用这个去招待嘛，一边是腊肉啊这些，喝的话是这一方面。我唱给你们听啊，就是远方的贵宾，四方的朋友，我们不常聚，来又相见时。关键的来了啊，一家有传统，待客先用酒，一箱多美酒，美酒敬宾朋，请喝一杯酒呀，请喝一杯酒。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最关键的那一句话在这边了啊，就是一家有哦，不是，我都忘了，我都有点不清晰了，就是高音的那种啊。一家有传统，待客先用酒，就是一就是我们嘛，一家有传统，待客先用酒，这个意思。敬客人酒，对，所以说我们这边都是会的啊，都这个是谁都会的。用我们这边的话唱的话，你们听不懂，但是我会的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话了。远方的贵宾，四方的朋友，我们不常聚，来又相见时。一家有传统，待客先用酒。一敬酒歌什么敬酒歌，不是，就是这个是这句话用按照我们这边的话是这么唱的啊。苏莫的利沃求不过拉索，你莫嘎的说莫拉个特不，你们家接连只不过大，人家我们就西拉诺苏，就这个意思。穿那么厚，但是太冷了，这样子。阿梅是从来不顾形象的啊，这个你们习惯就好了。阿梅哪天顾过形象嘛，是不是？里面是穿的这么少的。哇，红舞姐还送了个烟花啊！唱歌呀，今天不适合唱歌。今天不适合唱歌，今天不知道唱什么。其实今天是雪上加霜，阿梅今天回外公家的路上把手机弄丢了，太倒霉了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挺倒霉的，把我之前那个手机弄丢了，好气人啊。喜上加喜吗？我那个手机，就是我玩这个手机的时候，我那个手本来是我玩那个手机的嘛，
然后我走着走着，然后我记得我把那个手机，我就是走路走累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放在我的衣服上面。结果后面我走的时候玩这个手机，我就忘了那个手机，然后我把那个衣服一提我就走了，结果那个手机就掉在那儿了，就不知道后面不知道被谁捡了，打电话也不接了。现在那个是安卓的，不是苹果的，也没有定位。那个手机还是1000多呢，家人们，打电话也不接。就是打电话也不接，唱歌好听，没有，哎，其实家人们，之前那个金色口诀是真的，那个是我觉得别人唱的时候很好听，然后我也好想学，结果我一学就废了。我一学那个歌，我就录了一下，录给你们听，录给你们看，因为我知道，哎呀。咱们图的就是开心嘛，咱们为了开心又不为了好不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好听的话有那么多明星在唱歌，咱们听他们的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咱们就是为了亲自给你们唱歌嘛，对吧？那个金色口诀我现在都有点忘了，是谁留下金，是这么唱的啊。是谁留下金色口诀，在静静的夜里闪着光？啊，我感觉我的鼻子是不是有点堵啊，家人们？我觉得我今天阿美今天鼻子有点堵。阿美今天鼻子有点堵，网络卡顿又卡了，好像唱吧是吧？不是鼻炎，我没有鼻炎犯的，我没有鼻炎的，家人们，我没有鼻炎的，我只是今天嘛，就只是今天。不卡是吧？不卡就好。哭了，没有。没有，不是这个原因，不知道，就特别的喜欢，总感觉有那个啥的，跟小孩子一样，但是又没有。唱歌吧，唱一遍，金色口诀唱起来，我感觉我鼻子堵的嘛。是谁留下金色口诀，在静静的夜里闪着光？是谁拨动金色口诀，穿过黑夜，掠过山岗？啊，感觉唱一遍就好累啊，真的好累啊，感觉太不适合唱歌了。哎，家人们，坐不住了。我们明天再开播好吗，家人们？明天再见好不好呀，家人们？好吗？我总感觉我现在，哎，太奇怪了，我觉得。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冷，然后胸口闷得很，就。哎，好想发泄，要是白天的话我肯定跑到山里面去啊的去喊了，喊出来心里面舒服多了，轻松多了，现在憋在心里面好难受啊，跟你们说了确实好一点了，把心结打开，跟你们说的话确实好一点了，但是阿梅加个微信好吗？加这个的话可能，哎，其实他们说好像这个平台不能加的嘛，加了就不好了，他们说。我一直不敢加。
加了是不是就成为那种诈骗，是不是？就是不能加那种年龄大一点的阿姨的、叔叔的。我其实我没有这个，所以我还是挺害怕的。他们说这样子发然后加的话，我就不会有这个号了，私下也不可以啊。那么那么冷啊，不要加是吧？不要加还是加？反正这个好像我们虽然是很亲的家人嘛，但是呢要是通过这个平台去加的话好像不行，以后不能直播或者是变成骗子或者不好的事情。不加是吧？对，阿美也不敢加。其实在这个抖音上面咱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呀，因为这个抖音比我那个什么重要，那个的话那个的话我还不看呢，这个我反而会看，因为我天天在这里直播聊天什么的。天天直播就行，不要随便加，安全。好的好的，我家人们不是那个意思哦，我不是不想加你们的意思哦，你们不要误会哦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平台啊，这个平台上面不能发，要是发这个就不好了。今天休息了吧？那好，那我休息了的话你们也休息了吗？那我休息的话你们也跟着阿美一起休息了吗？曲布呢？走了走了，拜拜，笨死了啊。加了直播不了了。嗯，好。我现在一下播我就直接去睡觉了，好像躺着唱不了了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唱什么。今晚肯定睡不好了，我肯定睡得好啊，我为什么睡不好？睡觉吧，家人们，拜拜。阿美真的有点累了，明天见好吗？明天八点播还是八点半播还是七点半播？八点播就打个八，八点半就打个八点半。七点播哦，七点半播就打个七点半，哪个最多我就哪个点播。哦，八呀，都是。明天我七点半播好的打个七点半，我八点播好的打个八，我八点半播好的打个八点半，我看一下。哇，都是八。
那好，八点不见不散，家人们。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阿美不开心的时候天天陪着阿美。八八八八八，我七哥还搞笑了，八八八八八。好，那就八八八八八，八八八八八，八。拜拜，家人们，八点播。